欢迎大家来到男子三对三篮球赛事赛场。这次篮球非常期待，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别称叫做“凤男樱木花道”。我觉得我们赛区是青春澎湃，热血无惧，我们都很强。哎，听我说话，进球没有死球。天哪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啊！现在就结束了。男子跳高小组突围赛正式开始。男子150米小组突围赛。女子50米游泳小组赛突围赛。女子50米小组突围赛现在开始。加油！